结婚倒数两天，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来 try 摆一下 set up 这样子啦，所以到时候 JW 这里的人帮我们放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个呢是定制的这个水瓶，谢谢一路有你，感恩来到我们的婚礼，在这个龙年里一定hot到你心里，看就知道是不补鞋。然后还有 Swarovski 的 bottle opener，还有这个 honey， 还有我们 customize 这个 menu 卡，哒哒。OK， 大家，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婚礼 ballroom 这样子啦。现在呢，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找到了，所以我们就想要来 check 一下 everything if it's OK。我们做对了选择，因为出嫁跟办婚礼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分开。我们现在是很轻松的，就是可以准备我们的婚礼。我竟然还有时间进来 check if everything is OK 的。这个就是找一找你的桌子，这里呢就是会放我们照片的一个 LED， 而且这里呢就是如果你是男方请来的呢，你就可以 ring 这里，然后你不懂里面是什么的哦，他们就是会 surprise 你，叮叮，你是女方邀请来的，哒哒。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 area 就是我们会邀请就是宾客一起来拍照的。那时候我看到 JW， 我来 Reggie 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楼梯，我讲说，这个地方一定是要我拍照的地方。Welcome to Destiny， then 就是我最爱的 Pop Mart Area。所以呢，我的宾客呢，每一个人呢，就可以拿一个打包走，全部我很喜欢的 character 在里面。我就是偷偷问我朋友讲，哎，像我500位的这个宾客里面呢，他们是有隐藏版吗？他说有。希望我可以拿到，我只抽过一次，只有那个 Danny 抽给我那个隐藏版，就是人生中那么一直希望我今天 hang on 话可以拿到这个隐藏版。这里就有我们的照片，然后这个是他们会有 Marco Band， 然后可以签他的名字在上面这样子。OK， 这里是我们的 phone booth，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装一个电话在这里。然后你就是可以留一个 message 给我们，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跟我们说祝福语，我们就没有输那些了。Welcome。他讲说他住过最美的 hotel。And this is not even presidential suite. This is just chairman. Let's go. Wow， 哎，这个有点像我们去巴黎拍摄的。Set 了。你看这个人的洁癖也不跟。美好吗？不要玩。哇，还有席子哎。Oh my god, that's so pretty. 哇，好漂亮哦！哇，谢谢 JW Mario。我开始越来越紧张。我觉得我昨天还好，可是今天早上木木一起床，他就讲，我很想呕，我很紧张，感觉距离还有四个小时，现在是差不多两点，然后六点我们就会打开门，让我的宾客进来。OK， 哎 ，Danny 不在哦，给他的 surprise。我觉得他会哭啊，心里准备他会哭啊，所以我们的粉底已经是放我的铺了。他觉得我不是准备感动，他觉得我是准备搞笑或者是开心的。你错了，姐今天就是要让你哭到尾，因为我的 surprise 是在最后才出现的。So yeah。大家可以尽情期待看一下 Danny 的眼泪。OK， 现在是两点，因为我们为彼此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然后现在是轮到我去彩排，好紧张。OK， 我们到了现场，就像我结婚，我老师也来了，你很不放心我。来看看我这个200cm 的皮革。然后如果有开始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抽出时间去练习了我的
心得，先不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大概懂，可是我觉得你不懂。But anyway, 我就要选择被你们。因为我现在 check 这个画面，所以我等一下不会哭了，因为我是背着，所以只有 Daddy 看得到，我是看不到的。谢谢你大家要开始了，紧张。Good show, good show, good show. Okay, good wedding, good wedding 啊。
好，现在我们要进行 second march in。So far 是一切顺利啦，虽然我一上台我就哭，我不能看到我妈妈我一定哭。But yeah, second march in, cupcake, 还有什么啊？总之，你看，看九明穿着裙，然后戴着头巾。别人讲你 bling bling， 我也是要 bling bling， 不可以输。哇，而且是青色，哎，你 carry 得到这个颜色，哎。帅了，帅了，最帅是你。Guys, it's a wrap. It's a wrap. 我真是工作狂哎，我连 wedding 结束我都要 it's a wrap. But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my wedding. 大家真的是有心人，因为有些真的是很远方，特地过来，然后特地抽出时间。网上的你们也谢谢你们的祝福，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 everyone. Finally, our wedding comes to an end.这个是 finale 最后一场了，过后也没有了。一定有在看着这影片的一般人，现在在对爱情很绝望的时候，
希望你们找到你们的另一半，然后有一天你们还是会相信爱情。哦，祝大家幸福，最重要是开心，大家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OK， 是时候去吃妈妈，我要喝我的 Milo， 吃我的 Roti Tissue。Roti 的咯，谢谢大家看这支影片，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不懂这支影片是多久后上啦？我的 editor 也应该会 edit，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So yeah， 谢谢你们，爱你们，拜拜。有时候爱情会让人流点眼泪，害怕会后悔，会心碎时总会原味。